是吕瑞瑞，我们今天在哪里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打抗直播频道。那现场的所有的观众们，记得先帮我们右下角分享并按赞我们的直播频道哦。那大家都知道，打抗呢是扶植很多的品牌跟厂商的育成中心。那大家也知道呢，打抗也陪伴了许多的厂商，然后来走入下一个不一样的步道。今天呢，大家也要来跟大家突袭，就是我们曾经合作的厂商。噔噔噔噔！因为今天特派员呢，就是接到了一个任务，就是要来突袭我们曾经合作过的糖衣多媒体。而且据说糖衣多媒体呀、是 YouTube 影音公司，对不对？而且粉丝人数最高有22万人，其中一个频道25万多，非常的厉害耶！真的是今天很荣幸可以就是看到你，真的太巧，来到我们的卡兹发廊现场。对，这我们的荣幸。哇，所以据说现场是不是正在拍片中，对不对？对，我们楼上已经在设一个场，今天有一个拍摄。真的假的？这么刚好，今天就有拍摄，就是这么刚好。好，那现场可不可以就是带着我们的直播观众一起到我们的拍片现场？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吗？在楼上。好，那我们直接来突袭喽 ，Let's go，Go、okay, okay. go go， 走吧。哇，所以平常拍片的话，就是我们糖衣多媒体的那个制作人也会来到现场，这样子。对，因为是节目制作人嘛，所以节目的话，我大部分都还是得在。哦。那像是对，但我们现场会有导演啦、啊，或者是摄影师，其他的摄影师，对，然后还有像是制片啊、灯光师，他们都会在现场吗？对，好，那我们直接来对到我们的拍片现场，应该还没开始的，所以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可以突袭一下，可以看一下。好，没问题。因为这边现场是他们的营业场所了。哦，原来如此。因为他们店对比较多啊，也比较大。所以有时候就直接取现场的一些环境来做拍摄。哦，哎，该不会就在后面吧？对，走走走，就是在后面，看到了 ，Let's go。好，哎，好像已经正在那个准备中，对不对？对，好，准备。我们的导演，非常的专业耶！大家赶快跟着我们那个我们的糖衣多媒体制作人来到我们的拍片现场喽。OK OK。哦，那这位该不会就是我们的？对，这个是我们的摄影师。好，那对，还是我请他过来，我们可以吗？跟他小聊一下。好，太好了，那我们就直接来突袭我们的摄影师。对，好，打扰你一下。摄影师您好，可不可以稍微自我介绍一下呢？我叫 Seven。Seven 就是 7-Eleven 的 Seven。这是我们的 Seven 摄影师，同时也是兼任我们的品牌经理卡兹品牌经理。品牌经理您好，就是我们卡兹执行长。对，您好，他是品牌经理。好，品牌经理您好。对，那可不可以就是跟我们分享一下，说在当导演的过程中啊，有没有摄影师？对。好，那像摄影师的话，有没有需要具备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呢？就是特别能够被骂。特别能够被骂，就是在现场会遇到一些那个状况，对不对？那除了这个的话，摄影师的话，在现场的画面啊，要怎么样去抓到一些灵感啊之类的？灵感的话，对，就是你要多看电影，从别人的电影里面去学习那些画面。对，还有很多的镜头，很不容易耶。对，你们看摄影师啊，还有像是现场的导演、制片，还有甚至是演员，就是都是需要具备不同的特质这样子。没错。那除了我们今天的摄影师之外，还有灯光师。那对，灯光师好像又看到他了。灯光师在哪里呢？那我们过来一下好了。灯光师，灯光师您好，好像又见面，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对不对？这是我们灯光师 Seven， 同时也是我们卡兹的品牌经理 Seven。Seven 您好，就是那个 7-Eleven 的 Seven 吗？对，哇 ，Seven 真的就是跟我们的摄影师一样帅气呢，对，真的是一样的帅气。那我们的 Seven 品牌经理可不可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灯光师就要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才可以成为优秀专业的灯光师？就是你可以把那个晚上打成白天的光，晚上打成白天的光，好，还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要导演说要那种打出忧郁的光也可以，就要忧郁的光，好笑的光也可以，好笑的光，好笑的光可以，优美的光也可以的，可以，浪漫的光绝对可以，只要有光的地方就有灯光师的，只要有光的地方就有帅气的灯光师 Seven， 对，好，太好了，谢谢我们专业的灯光师，那就不打扰你咯。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叫灵魂人物啦，就是我们卡兹节目的导演。他也来到现场了，也在现场，对。好 ，OK， 那我们就赶快看下去吧。在这边，走 ，Let's go。
您好，您好，这是我们卡姿的品牌经理，同时也是我们的导演 Seven。对，卡姿品牌经理您好，我们又见面了，请问您叫 Seven 对不对？没错。哇，就是 Seven Eleven 的 Seven。好的，哇，您好。好，那我因为导演啊是一部片最重要的灵魂人物，对不对？那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该如何成为一名专业的导演？就是很会写故事，写故事，编故事这样子。嗯、没错，就是然后那个脑中要有很多画面，天马行空。哦，天马行空的一些剧情啦，这样子都是在您生活中所遇到的。没错，答案都会在生活周遭。对，然后也要很会骂摄影师跟灯光师。哎，对，还有制片这样子，出一张嘴。但是专业还是很重要的啦。你们看，真的是哇，你看导演啊、制片、摄影师、灯光师，真的都非常的厉害。对，好的，谢谢我们的导演。好的，不好意思打扰。对，辛苦了，打扰您了。对对。好，那是不是还有一位是？哎，我们还有我们影片中也是很重要的人物，卡姿的台柱，同时卡姿的台柱、欸、已经在现场了，已经到了吗？今天已经两位都已经到现场，两位都到现场了，来来来，他刚刚已经在看我们了。嗨，您好，哇，是帅哥美女耶，哇，您好，这位就是我们卡姿的，来来来来，好，来往中间靠，这位是我们卡姿的执行长，嗨，杨妹，我是卡姿杨妹，对，这是我们的卡姿的设计师妮妮，执行长、设计师您好，哇，同时都是我们卡姿节目频道的台柱，最重要的台柱这样子。對對對，那相信大家都知道，成为台柱很不容易，可不可以请我们美女设计师来分享一下，该如何成为台柱呢？我觉得就是不畏惧镜头，然后要很入戏吗？很入戏。对，就是平台是要靠平常去练习。对，嗯。哦，就是平时遇到的。对，然后前一天就我觉得是共鸣啊，就是你对这件事情跟这个脚本跟这个故事是有共鸣的，就是这样才可以很快的进入我们的角色里面。对对对，哇，真的很不容易耶。那像是我们的执行长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呢？因为我觉得要成为一个好的演员，本身要具有社会责任，因为你可能演这个角色，你可能会是影响，不管观众影响会影响到他平常的生活习惯啊。对，我觉得如果是想要成为演员，你必须要有社会责任。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有背台词的能力，因为你可能没办法看稿，所以你要很会背台词哦，一下子就记住了。对，然后还有就是第三个就是你要有分析能力，可能要分析导演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他给你讲这样的剧本，你要看了剧本之后，你要透过文字，然后透过你的表达出来，表达出来，对。然后最后一个人就是你的身体要控制自如，可能有时候要哭，有时候要笑，然后你要做一些很夸张的动作，临场应变要非常好。对对对对对，说翻跟斗就翻跟斗，例如现在马上没有，立刻翻跟斗也可以之类的。对对对，哇，超不容易的，挑战导演任何要给他的剧本。哇，谢谢我们卡姿执行长跟我们卡姿设计师。哇，今天真的是也是来到我们刚好要准备拍摄，对不对？对。那可以小小透露一下你们待会要拍摄什么样的今天剧情吗？我们的那个脚本上面写的哦，其实今天要拍摄的是天兵助理。天兵助理，没错。那助理有来到现场了吗？到了吗？助理呢？扣一下，好像还在忙，还在忙。对，那这样怎么办？助理没有来到现场，惨了。不然就你来演，就先他来演一下。真的假的？现场的观众，你们觉得我可以吗？我觉得可以。其实主持人呢，好啦，不瞒大家说，我平常也是有在看你们的那个影片啦。我也是有偷偷学一下我们卡姿影片。有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对，卡姿卡姿。对，好，所以你们觉得我可以？可以可以。不然这个要问一下我们导演。不然导演你。导演我 OK 吗？我直接来试镜了。可以，你只要可以进入自己的世界，进入自己的领域都可以。好，就像刚刚我们的那个专业台柱说的，进入世界，然后导演叫我翻跟斗，我就现场翻跟斗这样子。對對對對，好，没有问题，那我们就准备。今天这个戏就是应该是刚刚导演跟我对过啊，这个天兵的助理就是对设计师在剪头发的时候，然后助理一直在旁边翻跟斗。好，那这样我试试看，翻跟斗或者是要倒立我都 OK。真的，染头发倒立这样我也可以的。染头发倒立。对对对，因为我以前是热舞社的啦。对，好。那这个本还是先改一下，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好了，开玩笑，开玩笑。那我们就要准备开始了，对不对？对对对，那我们先 say 一下，那我们导演看要讨论一下剧情，等一下怎么演。哦。对，导演那个脚本在这边。那我们要准备看下去了。哇，拍片现场是不是遇到很多的问题跟状况嘞？那我到底能不能胜任天兵助理呢？那我们就跟着卡姿看下去吧。
所以等一下。好，那我现在。你是要当助理的，对不对？对，我要当助理了。那我等一下跟你讲一下。好。你等一下那个。对。你的这个助理的扮演角色就是。是。可能在我们平常的那个美发业界里面容易出现的，就是进入一个自己的领域。分心在想男朋友。对，在分心，要不然就是你眼里只有你的任务，你没有其他人。好，没问题。就是你在扫地，就是那个头发可能在那个脚上，你就直接给它扫起来，直接从它脚这样扫下去。好，这我最会了。啊，那个头发在脸上，你也拿那个扫把把它从它脸上。哦，太好了，这我最喜欢这个剧情。然后就是你可能一直不知道在干嘛，但是你有把你的任务完成，但是就是一直那个排除万难这样。好，谢谢导演，我会排除万难。你都把它扫掉。是的，导演。对，在隔壁的客人脸上也把它扫掉。好的。不会是只有他的。好，我应该可以。啊，设计师的脸也可以扫一扫这样子。对，如果设计师身上有头发，你也就把它弄掉这样。好的，谢谢您。今天我们的台柱杨妹就是饰演客人。加油加油。对对。好。那等一下，妮妮就是设计师。好。那你我们第一场戏就是导演他就是拿扫把。拿扫把。好。那等一下就是你喊你 Q。好。好，没问题。三二一之后，他就开始扫。所以我要从镜头后面出来吗？哎，从镜头后面吗？哦，从这里吗？好，准备 stand by 准备开始喽。好紧张哦，没想到拍戏现场居然是这样子耶。在跟他沟通，因为他已经剪完头发，然后还要冲染头发的时候。好，好，然后他会叫我扫地这样子。对，我会三二一 action 之后，你就进去扫地，因为你的角色就是。你这边是没有人的，好 ，OK， 看到只有头发 ，OK， 好，不用管他们在干嘛的。是的，遵命，导演，我绝对做得到，相信我吧。就是有白目的感觉。好。好，那我们就等导演喊 Q 哦。好的。来哦。三二一 ，Action。对，因为像这种的话，它其实刚开始染比较深一点，它褪色的周期，它褪色的周期会比较，哎，那个我们在咨询，我们待会再扫就可以了，谢谢谢谢。就是它褪色的周期会比较长一点，所以就不用怕说，不用怕说它可能褪色太快之类的，对对对，嗯。那个不好意思，我们在咨询，待会再扫就可以了。对对对，我们待会再扫就可以了。好，导演，我可以吗？还不够，还不够。哦，还不够白目。那个，我居然还不够白目。好。就是你要那个，因为刚刚那个是，你已经那个掠过它了。你那个扫把一定要刷到它的大腿。啊，刷上来这样，从这边到刷上来这样子。好好好。对，就是一定要。谢的导演。要注意。好好，那我再把它倒回去这样子。好好，是的导演。好好好。好好好 ，OK。把它拨散一点。好，哇，你们看拍片现场也会就是要随时应变导演的要求哦。好，接下来看我够不够白目。好，好，三二一 ，Action。好，那像这次的颜色啊，我会建议你可以染比较偏秋冬一点的，因为日系染膏他们其实秋冬颜色会。好，他笑场了，笑场了。哎，怎么笑场了？所以现场也会有很多的 NG 画面。对，好，哇。忍耐一下，忍耐。对对对，好好好。所以现场呢也会有很多的 NG 画面，我们都要去克服。哎，对，也会遇到演员笑场的时候，还有我们现场的笑，就是冷面笑这样。对，就是冷面的，你就是很认真在做戏。是的，我做得到，加油。等一下导演要尝试手持的画面，对，比较临场感，更有临场感一点。对，好，没问题。哇，你们看现场除了会 NG， 还会笑场，笑场就要重来耶。等一下拍一个特写。哦，现在要准备拍特写喽。哦，好。好，三二一，附上。那像这次秋冬的颜色啊，就是我会比较建议可以。真的很不好意思，怎么了？没有，我做错了吗？没有，你很棒。你很棒，我们的演员笑场了。哦，你们看，遇到演员笑场，又要再重来一次了。对，好好，那我们再重来一次。那个，哦，这个再倒回去。可以。哇，你们看现场就是会遇到很多的 NG 的状况。对。
哎，你们认真一点，认真一点。好，导演要生气了。哎，导演要生气了。是最后一卡。对。千万不要相信导演的最后一卡。时间就是金钱。对。好。真的很不容易耶，你们看现场笑得多没关系，就是 Hello 这里有人 Hello 这样。好，收到。好，三二一，路上。好，路上就是颜色啊，其实我会想说就帮你配这个比较。等一下，不好意思，我们在咨询。Hello， 我们在咨询。哦。待会再笑，谢谢。笑场了。笑得太夸张了，我是很逊的。因为我都没有想到第一下就这么大一声。所以导演，我这样做是对的吗？对的，是对的。哇，没想到我偏偏祝你非常非常的好。这样子，在哇，没想到主持人也被受到肯定了，太感动了。就是自己的领域。好。太容耐了。好，加油。我应该可以晋升主角哦。我觉得可能你太认真了，让他们有一点压力，所以他都会笑出来。好，是的，我会继续努力。他们都表现很好的。好，我们已经 NG 好多次了，真的很不容易耶。要不然再认真一点好了。好，我再认真一点。他们也是对。好，再认真一点哦。好。不是，导演说喜欢。对。哦，太好了。导演喜欢就是好的。明天可以准备来拍戏了。要不然等一下就是你这样就是少。就是要从地上找，然后慢慢的就发现这边很多，你就慢慢一直这样。好，遵命。优雅一点，好。这样就是它稍微扫嘛。是。它扫完之后，对，没关系，待会再扫，你就把它倒回去，就倒在地上，让它去走掉。可以。好 ，OK， 好，来，大家继续看下去哦，我会怎么演呢？好，路上。那这是颜色秋冬啊，其实我会建议你可以染这种比较日系感的，因为它其实褪色的话就可以。不好意思，那我们待会再扫就可以了。不好意思，我们在咨询，待会再扫就可以了。好，谢谢。待会再扫哈，好 ，OK。待会再扫。好，谢谢。好，卡。哇，可以。哦，这样是可以的。哇，我成功了。可以吗？可以吗？放饭了。超喜欢的，哇！一气呵成这样，对，一气呵成，哇！原来大家的，原来你们，原来卡姿拍片过程都是这样子的，很欢乐，而且又是非常的真实又实在耶。那所以导演，我们这样就完成，是不是？这样还有下一趴吗？没有了。哦。那这个演员就下班了吗？对，所以下班了。我这样就放饭了。通常这个意思感觉是，就是演员演得不够好哎。是吗？这么快速就下班了？可以啊。哦，所以这种情形有两种。是的，有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如果你演一演，然后导演跟你说OK 了，你可以下班了。那一个就是你演太烂。对啊，所以我那。但是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演太好了。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我觉得你应该就是演太好了。哦，大家有没有听到？其实呢，我平常都在看卡斯的影片。哦，对。对，有订阅吧？有订阅，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嗯，对，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你看拍片过程中就会遇到像是 NG 的一些状况剧啊，对，然后还有像是演员笑场又要再重来一次。对。所以不是我们在现场看到的那个样这么完美。对啊，因为我们的剧有些都是比较偏喜剧，所以常常笑场是家常便饭。原来如此，都要憋笑，我是还好啦，他们演员都要憋笑。哦，那这样子，我想问一下，所以在拍片的过程中呢，还会遇到什么样有趣的事情，可以再跟我们的观众分享一下吗？对，有趣事情是很多，是很多，例如可能是机器都带，我先讲硬体方面好了，机器都带了，就有电池忘记带，啊，这样怎么办？然后就是没办法，就改天拍。或者是机器架好了，机器架好了，结果没有带记忆卡，这样等于说就白拍了的意思。就是也没办法拍。哦，是的，好，你来，我们站中间，对，上次要拍在中央公园啊，对，然后我们就拍那个跑步的。然后就一直跑，跑完之后那个电池就掉了，然后就那一颗电池就不见了，对，就这样突然不见了，对，就那一颗电池就不见了，所以找不到，哇，所以等于说我们要备用很多的摄影工具这样子，对，哇，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耶，摄影大哥也是装备很多，
对，就是我们的摄影大哥啊，就要背很多的直播器材，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就像是卡姿的，就是我们的摄影师啦，还有我们导演，还有制片跟灯光师，而且他还身兼多职，对不对？没错，他现在还是一直很担心我们刚刚拍的画面。哦，所以我们影片的话之后就可以在我们的卡姿频道看到了。可以。哇，太期待！大家一定要记得去看主持人饰演这个天兵助理哦，真的是应该是会非常好笑这样子。好，那谢谢你，谢谢我们今日的台柱，谢谢我们的演员妮妮，谢谢妮妮，谢谢。好的，那我现在可不可以邀请我们的唐怡多媒体制作人，然后还有像是我们的卡姿的品牌经理跟执行长来访问一下呢？可以啊，那我们就坐后面好了。后面好的，那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制作人，然后跟我们的执行长喽，来，那我们就坐在这边。好，我们来稍微访问一下哟，来。哇，你们看一下现场的拍片啊，拍片的过程中啊，需要用到的所有的器具，然后现在又要换场景了，对不对？换一个访问的场景，又要把所有的器具再移开。所以我们的那个制作人真的在拍片的过程中，今天主持人领悟到了，真的非常的不容易耶。好，大家可以看一下哦，我们现在我们的现场都在挪动东西。那待会主持人就会来跟大家，就是来帮他们做一个访问，到底平常就是一些分享。来，那我们就往这边喽。好，那主持人在中间吗？好啊。好，主持人在中间。哎，主持人在中间吗？哦，好，来，好的。那好的，那我们谢谢。好。哇，太好了，那这样我们都可以大家一起了，对不对？好，大家一起。好。不然我坐这个好了，先坐这边。还是说好？我坐摄影箱。好。我们坐近一点好了，后面比较。好，来，那我们现在就要准备来做访问喽。好，因为我们现场还有一些时间可以做访问，对不对？好的，太好了。那我们现场呢，可不可以先来访问一下我们的唐怡多媒体的制作人？就是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成立我们的唐怡多媒体呢？主要还是希望，因为我本身是学影像的嘛，动态影像，动态影像的。以公司然后有一个组织或团队，然后来做更多的节目，让更多人可以看到我们的作品，这样。哦，原来如此，真的是很不简单呢。像现在也成立了最高有22万粉丝的频道，21万多，那也快接近22万，超厉害的。对，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那我们可不可以来访问一下我们的执行长？对，访问一下执行长，就是卡姿执行长，为什么当初也会想要成立卡姿的频道呢？因为很多现在美发师是他们不太敢面对镜头。那想要制造网络声量的时候，我们就先说啊，我就先来带动大家拍摄的东西。所以我就一开始，因为毕竟我就不要以一个专业技术角色来演这个，因为怕太无趣。我一开始要产生共鸣，要造成消费者的共鸣，所以我们就拍了一系列的剧场，这样子。所以等于说剧场会有分在美发的过程中的一些，对，有专业的，我们现在目前里面有分很多单元，就是有专业的技术单元，还有我们剧场，然后一些有好笑的一些现场的部分，然后还有助理，还有纪录片，对，我们的一些活动记录，就是以平常的一些过程中，然后再把它演变成一部影片。对，还有我们老板的 Sam。对，还有他就是他会采访一些像是经营者啊，或是达人这样子。了解。那其实主持人也很好奇呀，在成立频道的过程中，到底要怎么样符合我们的观众的口味，然后跟怎么提升流量，有没有一些小 tip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的话，我们就分大概三个阶段，一个就是给技术者看的，是一个是给消费者看的，一个是给我们自己员工看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这家公司的员工，就我们公司有成立 YouTube。的频道，他就觉得哇，我们公司很棒这样子，所以我就给这三个方面的去观看，就是设定好哪一个比如说技术者要看的，我们就拍比较专业的，然后如果针对消费者，我们就拍消费者的问题，对，那像是提升流量的秘诀，对。那除了就是平常就要做一些分享吗？还是什么样的秘诀可以再分享一下下的？这个可能要问我们那个制片比较了解。我们在卡姿的频道，因为其实我们卡姿的我觉得优势就是我们可以线上线下结合一些活动，像之前就有办一个活动嘛，对，就是我们来这边消费，然后同时你又是订阅是我们的观众的话，还可以享有优惠，享优惠。对，这可能是如果你只有单纯的 YouTube 频道，你没有自己的产品，那你可能没有办法去做相关的一些辅助。那我觉得卡姿的优势也是这样，因为我们在高雄已经很多间店了，
对，那对啊，其实持续也会在往外再扩更多店，那扩店的过程会有更多的故事。所以等于说有了 YouTube 频道，可以跟我们的真实的客户去做一个结合，这样子。对，那像是刚才有聊到，就是我们的台柱，然后还有我们的摄影师制片，就在拍片的过程中真的是很不简单。然后又有就是我们台柱媒体来做一些协助，这样子。那也可不可以跟我们的现场的观众来分享一下，就是加入打call的心得呢？哦，其实我加入打call已经是一阵子啦，就是之前。那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小团队，最初是小团队的时候进去。然后那时候就是办公室打call办公室那边给我们很多协助，其实从法律也好啊，或者是经营啊，很多不懂的他们也会有相关的讲座，现在也是有这些讲座嘛，而且都是免费参加的。哇，打call太贴心了吧。对对，而且你像那时候我们遇到一些经营的状况，他们也是会帮我们约业师啦，或者是讲直接点的律师啊、会计师什么，帮我们做免费的咨询，会给我们一些很专业资讯。对，然后再来是在进驻在打call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边很多公司嘛，是有一些很就是名字可能不能讲，就是他们背后的公司或者是这些老板的经验都非常的丰富。我们遇到什么经营的困难，隔壁的邻居搞不好隔壁的公司就是一个超屌的，哦，我觉得可以互相做结合。对，我遇到这个问题这个难关，我就跟他咨询，他就给我一些我意想不到的解法，这样。哇，那有没有就是像真的是很谢谢我们的那个制作人跟我们的执行长分享那么多。那除了像是加入打call的心得之外，有没有一些想要对未来想要加入打call的伙伴厂商，或者现在正在加入中的厂商做一些建议呢？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毕竟是打call是数位内容创业中心，是就是跟数位内容相关的。那有时候第一个就是找办公室。办公室，我相信记起来哦。我记得那时候的租金是非常非常便宜的，现在也是很应该也是很便宜，也是非常的优惠。对，如果你要找办公室的话，你去找一些商业的办公室，相较之下就差很多。对，而且我记得那里的那个资讯安全，这个保安系统也都做很好。像是保安啊，还有像是办公室，就是共享空间这样。共享空间，对，我觉得进驻在那边，我其实有什么样的心得？想不到什么缺点。哇，太好了，帮你们看，是不是？还是我们再打call再办一个办公室在那边，绝对没问题。对，太好了，教育我们团区就在那里，期待你们的加入，赶快加入。对，那真的是很谢谢我们的制作人，还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执行长，还有我们的台柱这样子。那最后呢，因为还有一些时间可以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嘛，对不对？刚有聊到就是加入打call厂商的一些心得啦，还有拍片的一些心得。那有没有就是加入打call的过程中一些很有趣的事情，印象很深刻的，可以在跟我们打call的观众，因为现场都是粉丝们在观看当中。我记得有一个点啊，我第一次进去打call的时候是在有二三楼嘛。然后进去的叫共创空间都在三楼。对，我那时候选了一个办公室是在最里面的厕所旁边。然后那时候人家都会说啊，你这选在厕所旁边可能不太好啊，或者什么味道什么。但是第一啦，就打call的这个卫生清洁都很好。对，而且我们都时不时就会有整管的那个消毒，消毒的时间是你人不能在里面，都要撤掉。但是就是一个晚上啊，就是消毒很干净，所以当然你的厕所里面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再来是那时候，我记得进去的时候，主任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主任跟我说，进驻在那一间的那个厂商怎么样？大概半个月就搬走。搬走原因不是他缴不出租金啊，是他已经升级了。哇，你们看，还有这样神奇的力量！然后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反正不管怎样，我就选了那间坪数不大，十几坪而已。然后那时候人数才3到5个人，他就进去在那边。三到五个人这样子。对。然后半年后，我们也的确就搬走，但我是搬到二楼啊，搬到50坪去。对。所以真的也是升级了。越搬越大，因为过程中就是可能会有一些讲课啊，一些课程这样子，对，他都会协助做分享。对。然后就是大家一起成长，一起努力这样子。所以我现在其实还蛮想要再回去租我原本起家厨那一间的。好，等你咯，我们现场的打call所有的粉丝观众，记得帮我们做证哦。好啦，开玩笑 okay, okay. 开玩笑，哇，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可以来到拍片现场，然后可以访问就是我们的制作人跟我们的执行长，还有我们现场的品牌经理跟我们的专业台柱，当然我也是台柱啦。好啦，那加入我们卡兹的频道，太好了耶、yeah! 好啦，那今天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好的，那我们也要来跟我们的观众们说声拜拜咯，那记得就是分享频道，然后记得按直播卡兹卡兹、这个、按赞，对，卡兹卡兹，唐姨打call打call。好啦，那我们下次再见，跟大家一起说拜拜，拜拜，拜拜。